冠军挑战赛，三战两胜。首先介绍快攻冠军，来自于舞台右手边，来交给阿蒂亚张玉林。面对舞台的左手边是胜负冠军阿鲁巴阿依达亚香内琴家。我们请两位选手开始点标。请跟着海豚刘家祥42号机房，郑伟坤刘家祥40号机房。我们请男子 A 组是到16名的选手的酒店，我们会在15分钟后会在颁奖区颁发男子 A 组4到16名的奖项。好，请大家准备，我们15分钟会在颁奖区颁发男子 A 组4到16名的奖项。好，请颁奖。请记住是31号机台。
选手吴继清和玉珍45号金牌。男子选手林锦章，张建凯，请至63号金牌。